小轩、皮卡这边打掉主线的 Flash， 直接近点踩到骨不管。但瑞这边收到苏菲人算了一对二，但他的位置没有说很好，好了，被这边已经开始下包，但皮卡这边侧枪线被瑞给收掉一对一。但好浪费的时间，足以能够装完包的，所以他其实装完包还有机会可以对对枪对一波。想要主动出击哦，瑞这个很皮的身法，我觉得这个状况对瑞是不妙的。我觉得瑞会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瑞会赢。我觉得瑞。瑞打输了队友，我想要跟他飞。打掉了 JT 五三对二，他们只能从那边强行进点，但是这个枪线对戴夫来说非常不好。不好吗？我觉得这个突点很重要。哇，但是这个闪是不是掉下去了？没有，他是故意的，因为他就是对。但是皮卡这边跟瑞真是有一波的。一对一还有机会，但是手柄的位置不好，被监狱直接抓到了，戴尔夫拿下了。所以这个长城枪线怎么会有这个 angle？ Well play， 在配线上面。去抓那边，但是没想到好狼被直接往前梦想喷，也没有梦想喷很近的啦，也蛮梦想，不一定很近啦，真是练了很久啊，这边的精准度，完了，后脑勺爆了，时间不够，再把那个下巴弄得跟，我们不要比比人，就是稍微再跟，就是那个弧度，好不管。180度长点对一架，往前踩一点，苏菲爆头带走的轩。哦，又喷右侧，右下包这边直接灌烂，剩下 Flash 一个，直接冲过去守回。最后的画面有点奇怪，但是最后这个就是旭武说的，就是如果时间差在于 Flash 必须要有移动的空间。然后苏菲双杀，迟来的 double kill 了。然后瑞这边直接进来，没有打到 ED， 刚好 ED 是蹲姿，没错。然后这边正好翻出来，松蝶位置有点尴尬，被迫往点上赶。但是因为一对二的关系，这边还是有一点点机会。主要是跨冲出去，想要偷人的先被格雷蒙炸死。他基于时间的，不然他可以不能慢慢去摸点，不然在配合上，松蝶其实是有机会。而且包应该是没办法下，但他也没钱，所以基本上只能去，然后想办法去往前。这个近距离 ED 直接爆打了轩轩一波，刷杠有办法救驾吗？差点 Giga 主踢刷杠的三连喷，再一个绿杀，最后一个人好像被这下包，他很害怕 C4。哇！不是吧？哇 ！Giga 明显也收到松地，三叶不幸倒地。互补，伊嘎这边直接爆头收掉了瑞轩，直接被苏芙蕾直接收掉了苏菲的头。那我可以看到现在人数来到四对一 ，ED 这边只能到位冲锋，这一局没了，七比四，让 V 奈成功的拿下一分，现在大分是来到了二比一。在配线上面没有做到一个整合，担心各位在七十五的 V 奈都是。这边虽然损失了很关键的成员，但是这边优势非常大。ED 知道他在后点，那边点内只有一个人，但是 JQ 直接杀出程咬金，他必须要为队友制造一个回档的空间。ED， 对二 JQ 这边必须要扛住，如果他这边被突破的话 ，ED 现在面临腹背受敌哦，所以现在两个人是目前互相配合。ED 补枪收掉了松地，现在人数来到了二对一，剩下选一个，这两必须要让他们最强。所以你们两个干嘛啦？采取你老爸的大脑跟手，你们一搭一唱，这两边都被打死了，我知道你想讲什么啦，我要怎么办啊？我在想讲什么 ？Kevin 把 Flash 杀了，然后把 V 奈整队杀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说 V 奈优势很大，一个说 Flash 优势很大，真的啦。
你是想说闪盾在这个点就是白给？因为 C4 还在，你先把那个纸折起来塞他嘴巴。因为 C4 还在，但是闪盾已经倒在地上了，一个 double kill， 伊嘎一个，哇哦，伊嘎进来两杀，人数来到二对二，这局输了你要请客。等一下，但是伊嘎一，现在冷怪兄弟你们说 JQ 拿下这一分，完全是魔，完全不惧不虚，往上跑，还有听到一点点声音，决定做一个卡点。哦，那皮卡可能会输。到底要防谁？由这边 Flay 收掉舒服雷 ，JQ 这边打掉的是兄弟二对四。是因为 MIDI 的关系，有可能在重组 T 的话，白 T 去做回绕。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踩点你必须要往前踩去，不然你会帮不到 Flash。非常劣势的二对四。他也没有烟，他刚刚踩不住，生命就是他唯一最后的最后的温柔。对，头直接被打破，皮卡这边冲掉了宣咒，好了，被收掉了。Flash 让戴夫夫最后拿到七分，以七比四的成绩，以大分三比一，然后拿下这一次第七季台湾精英联赛的冠军。